杯的举手。你家没有量米杯？有了。有量米杯哦，对，我是说没有，我在上面量。量米杯量就好了，不用磅秤。量一杯、两杯、三杯、四杯都没关系，记起来。隔天不要写，不，大忘记写在纸上面，当个魔杯，对吧？好，干着哦。隔天泡好，前天当天晚上泡好之后呢，隔天用那个杯数乘上多少？最少八杯，最多十二杯水。嗯，对，你要发现八对十二中间只有十，不是。就是昨天干的黄豆的数量，用那个杯数乘上八到十二杯的水，就是最好的黄金比例，知道没？还有没有？很多水。对啊。为什么豆浆变这么好赚？哎，来了啊！好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在外面买到的豆浆的杯数最少八杯，就是。它的体积呢，啊，假设是一，那体积会更少一点了，那重量还是两体积差不多，那。